开始啦！哎呀，这个要干嘛？看这边有，又有个轮盘呐。哎，我拿到一个东西。哦，这个要放哪里？就是要放在一个什么平台上面。我先把它收起来好了。哎，像这种瓶子都给它砸碎，应该有一些道具之类的。无线电呢？无线电可以干嘛？笔记本。哎、欸，这无线电收得到讯号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笔记本上面，这笔记本，你们看上面那个图案。阿翔，它这个，它这个上面写要把什么东西放到一个像碗的一样的东西。看一下哦，鸟，然后狼头，还有一个圣杯，跟一个羊头，还有一个哦。亚亮，你刚刚捡到那个东西，要把它放到一个碗里面。放到一个碗。对。这个碗啊，这个、哦、罐头、哦。是什么？罐你的头啦！我这个是提示哦。对啊。那个提示先不用点吧。欸、有没有那个撬开的？哎、欸，让我撬一下，我撬一下。撬一下，撬一下。哦，欸、开了，开了。喂、哦，瓶子拿出来砸。都没东西，现在是要干嘛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头，欸、看一下这个头，这个头的那个红色的点位置不太一样哦。嗯、这两个头、啊，哎、欸，这个这边有这个开关呐、啊，是不是两个要一起压、啊？哎，哦，对，拉底拉底，然后旁边那个拉一下，欸、拉了，放开，哎、欸，没事，不是，你那个是要拉第二格，拉第二格。对，然后再拉到底，对，哎、哦欸，对，然后让你把你刚刚东西丢到圣杯里面，玩、哦、有了，玩有了，对 ，OK， 第一个有了，现在还要狗头，然后不是、啊，你怎么知道拉到第二个啊？啊，没有、啊，这个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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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雕像上面的、哦，那这个又是干嘛？哎、欸，等下来，他的狗头是第四个，哎，你看这个，啊，就拉过了，我刚刚就拉那个没，第四个也拉过了、啊就是你那边跟我这边一起同时拉。哦，懂意思。然后现在就是要找那些道具拿去烧啊。看一下哦，这个是空的。啊，这密码是怎样？不知道要怎么解啊。感觉是要先解这个哎、欸。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用啊？这个小金字塔。小金字塔。看不知道、欸、是不是要丢进去啊？它里面这一颗的，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？把这些道具先放在这个平台上面。哦，这个是大金字塔，小金字塔，应该还有别的金字塔、啊。要不走这两个、啊？大金字塔，很移动的。哦，大金字塔里面有三颗、三颗，哎、欸，三，对啊。可是应该还有别的，我刚记得我有看到别的。小金字塔里面有，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有个中金字塔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你看中的里面一堆石头，帮我数一下那有几个？这个是有七个。哎、欸，这罐头能不能撬开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啊，解出来，我解出来、欸。罐头给我，罐头给我。罐头。哎、欸，解出来了。地板，你的脚下。哎、欸，羊头我拿到了。哦，碎哦。哎、欸，打不开、欸。打不开，然后还有什么要解？这个蛇哦，这是鸟吧？不对，对，是鸟。这个到底怎么解啊？这个东西，啊，可是这瓶都爆了，这箱子上面这符号感觉有猫腻，看一下，我看看，哎，鸟，然后什么什么绑在一起，狮子跟碗。哎、欸，下面这个解出来了，石子跟碗、哦，看一下还有什么，鸟跟那个什么小，哎、欸，柜子、哦、第一个也解出来了，再看一下还有什么，猫头鹰脚，脚这边解出来了，可以开，应该有钥匙吧，钥匙，应该是插这个吧，对，应该是插它。
所以哦，你要拿到、哦、拿去烧，烧进去啊！对啊，这边有那个宝石哦，宝石有对应的形状什么的。等下放进来，放进来，放进来，把那些都放进来，先都丢进来。看一下哦，蓝哎、欸，你都丢进去来是不是？对啊，蓝色两颗，白色一二三四五颗。五颗红色，三颗，开了，哎、哦，不是啊，都给我玩就好了。这个宝箱哈，这个宝箱，这宝箱一定是，一定是，应该是跟这有关吧？你看它那个宝箱上面有一个翅膀的图案，哎。兵力的翅膀哦、啊，嗯，会不会在这个后面呢、啊？啊，这金字塔要干嘛啊？这金字塔解掉了，然后，然后嘞，现在密码几乎都解开了啊，用这个汤匙就可以开了。那钥匙不知道在哪？会不会跟罐头有关呢、啊？不对不对，我手上有一个这个，有一个这个机器。无线电吗？对对对，无线电来的有东西。哎、欸，它的跟会不会跟它频率有关？哦，哎、欸，靠腰，这个是代币啦。哦哦哦！这个收音机感觉应该有什么作用吧？哎哎，它开始嘟嘟嘟嘟嘟哎！哦哦哦！哇，你 DJ 啊！哦 ，Loop Station 哦！啊，这些垃圾收音机！哎哎哎！我的这边有个插栓，哪里？哎哎哎！要死哎哎！哦哎哎哎！开了呢！开了！哎哎！开起来了！哎！够了够了够了！啊，过关了，谢谢。所以啦，岩浆流出来了。哎呦，哦，好厉害！碎、哦、啦，碎啦，棒棒！开始，哎、欸，干，上面还有倒数计时、欸，在14分钟之内走出去。哦。要干嘛？哎，我的聪明智商，我来看看。这个皮箱是要打开的是吧？哎呦，哎、欸，我开皮箱哎、欸，啊，里面有什么？哦，哦，有刷子什么的。哦，我也可以拿哎、欸。等下，我们这拿的是共用了吗？我不知道、欸没有，没有共用，没有共用。有放大镜什么的。我拿了一本书啊，你拿了那刷子嘛？对不对？对，我都拿了，我都拿了。刷子应该是要拿来刷那种灰尘之类的。可能会有一些提示啊！哎、欸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是刷这个的吧？我刷刷刷刷，这是一个箱子，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这是下面有一个锁啊？什么意思嘞？上面这个图，哎、欸，这有个红色的道具，哎、欸，这有个石像、欸，哎、欸，哎，这雕像我捡，这个雕像我捡，哦，我看一下，哎、欸、我这望远镜要冲一下，不知道。这雕像上面有个符号啊，眼睛啊，是不是要放上去？是在干哦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等一下、哦，它这个上面对应的那个太阳，你们看到？然后嘞，是不是要把什么东西把它遮在上面？他妈真的假的？哎、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用这个照，它这上面一定是要放个什么东西。哎、欸，这边有那个、啊、密码、啊，这个要解啊！哎、欸，这里没有钥匙啊！不知道、啊，可是不知道密码，要先解密码、啊。这密码应该是这箱子上面这个符号。不是，这个要拿啦，代币啊！哎、欸，这个木头可以搬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代币这边有代币。哎、欸，还是这个装水，这个水壶。等一下，我把它装水。哎、欸，装水了，装水了。然后嘞？要把它浇在上面吗？可以倒吗？刚才洗没晒，这里面有没有水啊？有啊。
我看一下我刚拿到的书。好，我把它，我把它，我把它关起来看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啊，你看得到我现在看这本书吗？哦，看得到啊。它是没有写啊。这符号，这符号就是刚刚那个，刚刚箱子上面的。看一下哦。操你妈！你要算数学哦。这个等于一，然后这个等于十。哦，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加起来等于下面这个数字。我看一下哦。这个等于一千嘛，一千、两千、三千、三千四百零六。哎、欸，等，我再算一下，三千四百零六，三千，然后不是啊，然后等等，两个 U 二十，三千，不是啊，四百二十六，哎，三千四百二十六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我把东西全部放到这个胡子里面嘞、欸，这个啊，那好像是。垃圾桶就是存放东西用的，靠腰啊！三千四百二十六，三千四百二十六，开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啊，这个这是假的啊！喂、欸，里面有钱币呢。哎呀，放在上面。哦哦哦哦哦，还有一块是哎，这个会放，那个应该放在最上面的吧？应该还有一个啊。诶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有个手，哎、欸，干嘛？这没有东西吗？还是你要拿那个放大镜看一下？哦哦，望远镜，望远镜，望远镜是在这时候用的。小啊，这个，哎、欸，没有用啊。哎、欸，这些碎片也可以捡哎、欸。还是放水？不是啊。哦，我找了一块，我找了一块，我找了一块、哦，我找了一块。你哪里找的、啊？那个地上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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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哎、欸，再一块，再一块。水，再、欸、差一块，差一块，差一块。他妈，我到底有什么干用啊？有啊，你把那个灰尘扫掉啊。操你！还是说这个铲子要挖挖什么东西？感觉这个倒水有点诡异耶，是不是要把什么代币丢进去？我刚刚讲到代币，没有啊，代币是那个吧？应该不是很重要。啊啊啊啊啊！我知道了，干嘛？把这丢进去？哎、欸，也不是，奇怪。等我看一下那本书。我记得还有一本书，蓝色的。等一下哦，那个石像上面有这个图案，黑暗。你看，你看我这本书，石像。我手上拿那个石像上面有这个符号，猫、哦。没有没有，它对应的是那个黑暗。你看得到我的鼠标吗？我看得到啊。然后嘞，黑暗，所以黑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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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暗怎么了？找有什么黑的东西？黑的东西。啊干！我知道，放在这里面，放在这里面，放在这里面。哎，哦，我知道了。然后又有那个新的那个符号，水，我知道了。对啊，水怎样？丢进去。我水啊！哎，谢谢。什么东西啦？谢谢。我完全搞不懂哎、欸。谢谢。哎。啊，走迷宫啊，这我懂啦。起点在左边嘛，先走狮子，第一个狮子。哦，干、哦、我头好痛。我会啦，这我会，你放心。什么啊 ？OK， 好了。哦，聪明嘞，聪明嘞。看到了没有？聪明嘞，聪明嘞。哇，你迷宫达人哦。啊，这个是啥小啦？这个我就看不懂了嘞。你刚才怎么解？你是走迷宫？没有啊，是不是，对啊，就是他出口在这，入口在这边嘛，走进来，然后照他这个走，然后去选那个图案哦。哦，懂了。这个应该是要看他哪一个可以连在一起吧？猴子眼睛可以连在一起啊。对啊。然后嘞？时间剩多久啊？看一下，三分钟。等一下，我忘了看到一个，BJJ 是什么？
那个蜜蜂可以走到正中间，他应该是要看哪一个可以走到正中间，因为只有一个可以走到正中间而已。等一下，蜜蜂哦，对，蜜蜂 BJT 啊 ，BJT B 角角角好，B 哦 J 蛇蛇好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开嘞，哎碎哎破关懵嘞，好谢谢，来还有一个、哦。破了吧！耶、哎， yeah, 谢谢、哦，三分钟内、哦，谢谢，谢谢。但我还是有点干用嘛。